刚背了两个，那天刚学的。嗯。你看那，一块背了一块，一块多少多少，他不背那也不是，什么多少来着？代表回来了，也是俺俺的代表嘞。你老来了，他开完车。哦，你让你来是吧？那百分之来了。嗯。他开。你要叫这娃叫你给装上去了。哦。道儿不好走。来了光脚走嘞。嗯。道儿不好走，坐拉点吧。哦。回来没呀？回来了。哎呀，百分之来，你俺把车装好了。走。帮我这整点脚底整好了，你们。哎呀，你这白人都认真啊！你打电话前，你的工作可做好了。这不是有那有那不一样呀？老了，你这都是变的，老了，别说了，那要要他真快好，不觉得不能死。这别了，这比在这也不能丢，这比别家伙儿家伙强。我找给你买一个，行吗？你上午的应该是天天也到早了再去白交了，那平常也去，上午了或者吃个饭也起不着，叫从这块儿给买一个。哎呀，叫你买吧，我给你去买吧。我买一个，对不对？在家里，在家那个那个北郊有多，东郊有多，那放心，年年的。对。哎呀，都反正都是。哎，今年多少叫一条？一年的，那就你不能说去买个。对，买就不买个行不行？那个是要方便的。哦，你能收活了，收活才挣呗。嗯，这个那你在那日亩一两天才打的。那。回来了，啊，快！我连的，我接一条连的，不要，天天老是也不能吹风，像现在这个开刮吹风，腰脚都夹都出不去，等那还得跑，再热再热，那这是风雨来就是跑。这两天看有空了就去那个，看腰背背了直接打了，这出外出不了，这非常快。不累啊，扑都扑到肚子。光背回来的不啥时候补不了，一下雨就剩牙。那、嗯。你看，还是还商量，不买手机了，手机皮子了。你也能使，方便这回也出不来。哎呀，要么这背回来，换洗不了，白天洗不了，这湿着了吧？上年去了。你给洗成你。
那会儿都白回来，多大一岁的还让你弄不着，你这捂。我要么捂回来呀，我下一下雨长牙。不是，太吓人了。弄一个弄啊，都白玩了。哎呀，你看上。这不是人家不吃，这老爷子还是老爷子听话嘛。哦，这孩子不吃，这老爷子不吃，可以白天干，可能是累会了。嗯。